咗日本嘅京都啦。咁今次 Travel with Shireen 咧，我都知道大家成日淨係望我呢度啲門噶啦，所以今次特登帶多咗兩個女嘉賓，即刻介紹俾大家就係台灣嘅 Kelly。耶！好，再介紹另一個女嘉賓就係 Chisoo。Hi。Chisoo is Miss Scuba Japan。Here for you from Taiwan. 等等，台湾出发当然要送凤梨酥。Oh, thank you. Pineapple cake. 谢谢。Oh, I love it. 我要减肥。你要减肥。好啦，我哋要搭三个钟头嘅车，由关西机场三个钟头嘅车出发，就去一个叫做天桥立噶京都威尼斯啊。好啦，转头见。好啦，我哋已经喺 check in 我哋第一间酒店啦，跟住系超大啦，呢度系成个一个 area 嚟嘅，跟住一间间有 villa 咁样啦，咁门口咧就有 parking 啦，可以停车啦。咁好啦，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开箱。我哋住嘅房系 Grande， 系一间好大 size 嘅，叮叮，欢迎光临，请呢边开始啦。我們從這邊開始，咁咧呢度就有個客廳，小型客廳，呢個飯廳啦，可以食飯啦，跟住有個 mini kitchen 啦，呢度有洗手嘅煮飯嘅，跟住有雪櫃啦，跟住仲有呢邊，呢間房咧係寵物 friendly 嘅，所以你係可以帶貓貓狗狗過嚟一齊到家。好，仲有呢邊啦，就係、客廳啦，大家可以喺度。飲下酒，睇下電視，傾下偈，跟住再嚟呢邊咧。呢間房其實係有三間睡房，呢間係其中一間咧可以瞓榻榻米嘅。咁呢一間嘅房型咧，其實最多可以瞓八個人添。咁係非常之舒服啦。咁啲榻榻米就喺櫃入邊，跟住就可以攞出嚟鋪，就可以瞓覺啦。咁我可以欣賞夜晚，欣賞出邊嘅風景，係非常之舒服同埋好 chill 啊！好，咁我哋就睇埋另一邊。好，嗰邊。咁我哋琴晚喺出邊 BBQ。哇！睇啲鮑魚幾新鮮，仲喐緊㗎。仲有芝士拼盤啦、麵包啦、沙律啦、肉類等等啦，可以邊食邊烤邊傾偈 ，very good 啊！有泳池，可以游水。要揀日式早餐嘆下啦，食飽飽，我哋呢幾日包車出發去玩啦！我哋嚟到天橋立嘅第一個位啦，跟住咧原本勁想坐個 chair lift 啦，跟住點知冇得坐喎，就唯有我坐呢個啦 ，monorail 即係好似一個 cable car 咁樣，成架車就上去。我哋買飛先。呢邊除咗可以俾 cash 同埋 credit card 以外，仲可以俾 Line Pay、WeChat Pay、Alipay 添啊，非常之方便啊！而票價咧就係、大人850日元，小朋友450日元啦。我還以為我們是一組一個車子。原來一班只有兩架纜車，全部人一齊搭上去噶。不過其實路程都好短，幾分鐘就上到去啦。日本三景天橋立，飛龍觀展望。
上到嚟一定要指定动作，俾大家睇下第一人视角系点啦。大家睇唔睇到？原来系一条飞龙啊！呢边仲有专业摄影服务，大家可以买翻张相翻屋企留念啊！除了有很多打卡位之外，還有這個幸運泡泡環，將心願寫在木板上，成功泡得入個環入面的話，願望就會成真的啦。現在歡迎我們三位選手進場。我們繼續下一個項目啦，空中踩單車，可以一邊踩單車一邊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欣賞天橋立的美景，都挺有趣的。再上埋去飞龙观回廊睇下先，呢条桥咧都几长噶，可以漫步欣赏风景。我哋三个喺度影相拍片都教咗超耐啊！最后喺樱花树下享受埋呢一个天桥流嘅布丁，我哋就落花山继续下一个行程啦。我哋嚟到要影千与千寻海上列车嘅场景，车停喺路边可以，然后就经过呢个田。我哋啱啱 check 咗時間，佢係而家係17分啦，跟住佢32分咧，就有一架車喺東京嗰邊過嚟，咁所以我哋就等一陣就可以影。由良川橋全長550米，距離水面只有3米，神還原千與千尋嘅名場面啊！結束啦！最正就結束啦嘛！系啊，影一班列车当然唔够喉啦，所以咧喺等待下一班列车嚟嘅时候咧，我哋亦都唔会浪费时间，因为我哋各自自拍再合照。嚟啦！然后影到 miss 咗下一班列车添，唔差时间。我哋发现原来呢一区咧礼拜三咧好多餐厅都唔开嘅，得翻呢一间，所以咧都好多人排队啊。天婦羅同埋 sashimi 都非常愛意思。食飽飽，我哋再去到伊根灣搭遊覽船，班次逢搭正同埋搭半，船程25分鐘左右，票價大人1200日圓，小朋友600日圓。買完飛機咧，旁邊自助式100日圓買蝦條餵海鷗，有買就有得餵啦，跟住就可以準備登船啦。勁多海鷗，呢邊啲海鷗應該俾我哋俾人類餵到飽曬，100日圓一包。我覺得開了我，是我們會吃，我先吃。咦，而家唔住偷食啊呢位小姐。我意思？偷機，嚟啦嚟啦，海鷗嚟啦！喂完海鷗，记住欣赏埋只有呢度可以见到嘅伊根船屋啊！再带大家近距离走入港庄为咖啡嘅船屋，可以喺海景第一排欣赏海之京都呢边独特嘅舟屋建筑群，听住海浪声，享受住绿茶雪糕同埋甜点啊！我哋嚟寻找一个神社，先行一段大斜路，熊出没。要注意，其實在日本咧有很多神社都禁止影相嘅，所以大家唯有親身過嚟參觀啦。跟住順路可以去埋呢個喺附近行路可以到嘅另一個神社。咁注意，其實神社嘅收工時間咧就係4點鐘，所以大家要留意時間啦。我哋又玩到廟都收工啦，大集娛樂。好，去到我哋今日最后嘅行程，去 supermarket。喺日本当然要食日本的味道好的水果啦，士多啤梨走唔甩啊，一日要食一盒 Ichigo。当然仲有 sake 啦。耶！我哋到咗我哋第二间嘅酒店啦，我哋系 deluxe suite 啊，今次系带大家开箱我哋第二间房，都超大其实呢间房，我哋有两边啦。咁我帶大家睇咗我哋嘅 dining area 先，咁我哋食飯就可以，嘟嘟，都幾大，跟住可以見到出邊嘅風景。冇錯，然後我再帶大家，喂 ，hello，OK， 好，跟住之後就準備，嘟嘟，有個火爐啦，但係未研究到點樣開啦，我哋。
泉，我哋叫温泉。真真，我覺得會好舒服啦，同埋佢係有暖氣啦，所以係哇咁凍，今日就好想浸温泉。好，我哋繼續下出邊。feel 超正，跟住呢個係我哋個泳池啦，夏天游水應該好正呢度。哇，今晚可以享受呢、這個，哦，咁大嘅 view， 正。Chisu is preparing her bed. After drinking, I don't feel like. 我哋轉頭喺呢一個位置 BBQ， 而家個 staff 就幫我哋預備緊。一阵子就可以过去享受我们的晚餐了。今晚晚餐继续在庭园 BBQ， 有新鲜大龙虾、黄牛等等。我们不客气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Cheers！ 可以和三五知己一起去旅行真的开心啊，还可以在这么舒服的环境享受每一个 moment 啊。等我介绍 my room service 的早餐啦，有三款选择。今次咧，我哋揀咗地魚茶跡飯。哇！呢間 villa 真係正到唔捨得走啊！以上嘅內容就總結咗去天橋立嘅攻略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食飽咧，就準備搭翻兩個鐘頭車程去京都市中心。想知道京都有啲咩正嘢玩，就繼續睇我嘅下一集啦。好啦，最後再同大家介紹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環節，就係上網啦。旅行上網快咧，係真係非常之重要啊！因為大家都中意隨時隨地分享自己嘅旅行點滴啦，又或者係突然之間哦要上網揾地圖啊、揾店鋪啊等等，都要即刻快靚正噶嘛，上網嘅速度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今次就為大家介紹呢一間。叮叮好啦，第一個 product 就係電話卡，咁呢個咧係真 5G 啊，吃到飽嘅方案啦，咁就速度係超級快啦，咁就唔同其他坊間嘅吃到飽方案啦，其他可能就去到某一個位咧就會同你降速，但係佢咧就真係唔會嘅。我用咗12日啦，已經係超級正啦。咁佢嘅好處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可以提前將電話卡寄到屋企啦，節省咗好多嘅時間嘅。因為咧，你去到你旅行嘅地方嘅時候，你就唔使再揾電話鋪頭啦，又唔使排隊啦，咁就可以上飛機之前咧安裝好個電話卡落喺個電話度，咁樣落機咧，咁就搞掂啦。而且咧，用電話卡嘅好處咧就係唔使周圍揾 WiFi 啦。咧就係我有朋友試過咧係連周圍連 WiFi， 咁跟住之後咧就俾人好容易 hack 咗入電話，就成個 Facebook account 冇咗啦。咁所以自己預備電話卡係，我覺得係都幾重要下嘅。好啦，第二個 product 就係 WiFi 機。其實如果同朋友一齊去旅行咧，我都幾中意用 WiFi 機嘅，因為佢可以 share 一部機就可以 share 幾個人用啦。而且咧，佢呢一部機咧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你可以買斷呢一部機。咁然後你拎住呢一部機咧，就可以一機通行全球啊！你只要去邊一個國家之前咧，上網買咗佢個網絡嗰個方案，咁咧佢你拎住呢部機咧就可以到處去旅行啦。即使你係連續去幾個國家，去完日本，再去泰國，再去香港，再翻台灣都冇問題。咁當然除咗買斷之外，你都可以租呢部機啦。所以我覺得呢兩樣嘢都非常之好啦。咁而且仲有第三個方法咧，就係、是、亦都提供有 eSIM 嘅。咁所以詳情咧就可以去佢哋嘅網址去睇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我呢個小眾嘅旅行路線啦，就避開所有嘅人潮啦。咁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嚟紧会过嚟呢边玩，记得 mark 低我去嘅地方啊！最后记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多谢大家嘅支持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